个，就当我给你的药废了。啊！拿来吗？什么？装傻是吧？保护费啊！行啊你！怎么样？够了吧？哎呀，还行吧。这个，就当我给你的药废了。你可打我！就是你抢了我们家药材。对吧？你再敢碰我一下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，我倒要看看。不客气！兄弟们，还是有人来给我上啊！走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别跑了！别走啊！别走人！别走啊！李娃，哎，站住！要不是你打了赵白斗，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么怂。原来赵白斗也没那么可怕，是吧？就是。日后我跟我相公出来摆摊卖药，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。那是当然。荣月小姐，看这个架势，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喜欢我吧？我就是喜欢你，怎么了？我还要娶你呢，是不是？嫁给他！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痛痛快快跟我回去。不然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药摊子！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李青木他早就想把我休了，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。他们家真的太穷了。这么看来，好像嫁给你也不错嘛。哎呀，哎，真的？那走，快上轿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先把药材还给我，而且我还有一个要求。哎，你啊，亲自。去龙月小姐家里把药材送回去。好嘞。龙月小姐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。好，你先用这个轿子抬着我围着这个市集转两圈，而且你要当众说你喜欢我，这毕竟我们才打过架，我害怕日后别人嚼舌根说我强迫你娶我。那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行，那我就回去换上嫁衣了。好好，我是真心真心的喜欢他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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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回事？我要娶的不是他。还可以跟他结婚吗？刚才你不是说真心喜欢他吗？想不到清水县一霸还有这个爱好啊。我